地下实验室太棒了，欧尼每次都是这样。阿奇衰，每次都没有抽到一个实验室，然后什么 The Gain， 然后那个什么莱里小学，每每都满那边冲刺角，然后打实验室，老地方，老地方，老地方，有人有人，太棒了，至少起码一人。找地方找人最方便，虽然这个点不好砍人啊，可是至少方便我们找人，有找到人比较重要，砍是其次啊。就是那个啊，就是室内啊，室内就很难过啊。然后像这种图有没有？现在这种情况，我可能就要直追，我这边只能直追，我没有带任何的可以帮忙我追逐的哦。他这边瘫了，那我这边可以刀。哎、欸，好，没有一刀刀。好，下刀板也行，因为我这边杀戮也没出来，所以这个追逐时间是可惜的。然后我们刚听到右边有修机声，过去看一下。撤退了吗？我们继续追好了。安安安安。这个感觉还不错哎、欸，算会玩哎、欸。会玩的，他刚刚下板的，下板就不会中到这刀了。这牌好像是三个捉鸡，对不对？挺会的，挺会的。这边应该还有一个人，放手，好，去追去追，就追他了。浪费快板吗？没有，很好，一刀，太棒了！我也是，我就知道这个结果啊。但是他怎么每次都跑老位置啊？防个 Deha， 防个 Deha。好，那这样也行。抱抱拜，抱抱，你怎么死的这么惨？没事没事没事，还行还行。室外泳衣卖卖，室内欧尼，很可以，这是哈奇，对。然后室内也会遇到枯魔，啊，有一次有几次观众想要看枯魔叫我玩，总是差一点点，他那个角度可能差一点点。哇，摔好。拿我拿走，这不说啦，这个人真的蛮会的。我想回防了，我这边如果再继续追他，我会浪费很多时间，我可能要先回防，因为刚好救人了。刚刚好，差一点被他翻过去啊！翻过去我就是破板。对，所以有时候要放弃追人是很重要的，这是为什么？感谢幽灵，幽灵灵仙吗？还是幽哦幽云吗？那个不会念。这300块，缅怀抱抱，对，抱抱抱，死得很凄惨，没有人帮他扛到，他就是死得如此的凄惨。谢谢感谢，等等会考虑玩 QTE 吗？应该会吧，对你抖的话我就玩了，你已经抖了嘛，那我真的玩了。欸，我逆，这么多血球，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洗下血球，这边一定要洗。哦，他不洗，好，那我们继续追，这边他就倒了。OK， 就去逛。韩哦，可以 ，OK， 抱歉抱歉，那个、啊、国文不太好，国小国文，国小国文，国文不太好。一个人在修大屋哦，有点麻烦，有一点点麻烦。刚好有个血迹啦，有个跑痕的，我们先追这位好了。
救人了，好，没关系。就是看这位，这位感觉比起其他位比较不会玩一点。哎、欸，不错不错，这个翻得好。这个翻得好。阿奇加油啦，没事没事。还扛得住，还扛得住，还行还行，我还可以，我还可以，我还有点饿。B B Q 看到那边哦，远处，我们直接撤过去了吧，不演了。扭的不错，这个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扭。室内图就是这样麻烦哦，太多建筑物了。可是刚刚这也有机会上到点，被我拿掉了。哎、欸，我一个滑流梯耶、欸，哦，一个滑流梯耶、欸，好可惜哦，刚一个滑流梯直接滑下来，我原本要冲着说。行还行，还扛得住，还扛得住。我们回去补个血球，我们有储存一个点，很多血球。这边刚好修开，我们直接回放好了。是他哦，这边追他可能会有点麻烦，他挺会绕的。有这吗？哎呦！哎呦，平稳，超麻烦，所以他这有够麻烦的啦。他不就还好他失误，他刚犹豫了。哼，他绕刚那个点嘛，他又绕出去了。那我觉得这边不能打他了，我们上到刀就好了啦。去吸我们血球的聚集地啊，就这就这就这，然后寻一下这台吧，应该这台可以打一下。哎呦，这个门怎么没开？这个就是我要的，这个就是我要的。好，去追去追。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人在弹。哎、欸，锤到酒桶了，哭啊！怎么这么亏？啊！刚刚好亏哦，锤到酒桶。我刚刚甩的其实还行耶，我有特别甩，可是往酒桶打下去，可能甩太大力了啦，可能没有甩好，甩太大力了。剩一台，是不是扛不太住？扛不住啦，扛不住啦！你还没老人头，吓死我了，他不就还好反应快？啊 ！OK， 那这个是受伤的那一位。就追他吧，现在没什么事干，追他白不追。不追白不追，啊地道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这不是我的问题了吧？这不是我的问题了吧？啊，这不是我的问题了吧？等一下 啊，平稳，对吼，他平稳。这个应该是他带我来的吧？对不对？
等我一下哦、喔。这边他们在两个人在修，我一定要赶快过去，不然就被修开了。哇，有那个窄口。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，一定还在，一定还在。哇，还有老人头吗？怎么这么把这么多人老人头、哦？哇，好多人有老人头、哦，回房看一下。还有转进去了，转进去真的不太好打。啊，失误了。没有，刚刚那波回防成功防了一台发电机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应该会想要硬修那一台，对，就这一台啊，所以有防到，有差有差。地道运、人类 RK 运，地图运还是图腾运？我可能还是图腾运吧，图腾运还是比较强的存在啊，啊，不过四个选一个的话。啊，应该还是地的那个图腾运比较重要了。哎、欸，挂过头，杀手这个点其实不太好跳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跳，对啊，所以刚刚就是太胖，挂过头，现在就很危险了。我现在可能追他会掉一台，可是我没办法。我一定得先砍到他，然后赶快撤回去。我刚有踹了一下，所以应该是还好。被修开就完了。他们没修，太棒了。那么就是追其他人。哎、欸，他们跑去修其他台吗？哪一台？为什么没有亮？完了。和预想的不一样，我没有想到他们跑去修其他台了，亏啊！有点可惜啊，可能会被逃两个吧，顶多最多就再抓一个，想要四抓有点难了，看他们有没有观念去开，有。观念那可能抓不完了。对，这个不能挂，这个要赶快回防，看还有机会打。如果他有老人头之类的，那我也认了。可是他应该用过了，因为这把很多人叫老人头。没开吗？没开的话，那就还行。那我们哦，他去救人，我看到人。那我们还行，还有机会。啊！我卡了一下模组，刚那边不该卡的，没卡好，没打好。对，那边卡了一下模组。等一下，好，那就三杀了吧，差不多了，应该也只能三杀了。这个人应该没打头了，三杀三杀。哎、欸，奇怪，那个人在他附近吗？那这样搞不好可以。自杀，搞不好。哦，可能三杀啦。还是
是可以试杀，我们看他来不来得及开门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绝地大翻盘这样。来不及开门吗？哦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。论开门的重要性啊，再来就是 BBQ 炸下去，二选一。好，我觉得他应该在近的那个，然后记得要踩地道。好啦，看接下来就是二选一了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在稳的嘞，感觉是跑远的了啦。你怎么看？远的对不对？怎么看？嘿嘿，完了，他不开这个吗？我听到呼吸声。掉了，那应该是我听错，那应该是我听错。好啦，那应该是跑这个门，前面这个门啊。好啦，三杀也还行的，好可惜哦、喔。哎呦，全阿万哎，难怪这把这么难打哦。还行还行，我觉得我防守得很好，我打得很好，我打得很好。哇、哦。还行啊，如果给我抽一个室外图可能会更不一样，然后 很多锤我都锤不太到室内图的关系，有个室内图我应该可以打得更好。啊，还行还行，实验人员呢还敢不修进修啊，你各位啊还敢不修进修啊，博老师马上把你们抓回家，马上就看到一位哈，杰克是吧，没看错吧。嗯、哦，推柜。哦，不是杰克，是大卫。好，那我们至少知道他有推柜，真的放一下就。下板弹很好，很好 ，N 段一绝版，我喜欢。黑妹，黑妹你干嘛？黑妹，黑妹你今天呛尬死呢？黑妹你真的欠教训。